下先嘛。好的，今晚忙忙这个店，唔该。建华，付先生，付先生这边来的。好的，建华这边。啊，三美，三美。啊，刚好有给大家有时间那个进行可以拍照的，好吗？大家先回座位上，好吗？方便女士。那么今天在这里呢，我来说也是想向大家推广和介绍这部戏。应该说在这部戏里头，大家呢在还没播出的时候要考虑它是受欢迎的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代表出品方，代表我们的制作方，来向所有参加今天会的同志们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潘总热情的女士为我们致辞，有请。首先呢，让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们，从今天的这个主题上面已经看到，就是武士刚的首映呢，有这样一个特全国数字电视的独家的首映。今天也非常感谢杨千嬅小姐、丁香茹小姐、罗建华先生，是全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数字电视首映台。那目前呢，已经有155，非常荣幸。就是武士行呢，就在SITV 的都市剧场频道呢，会做这个数字电视的独家首映，那么也会通过，也从这两年国家一直在推出的数字电视的整体转换当中，都已经了解到，中去年累计是1200万的用户数，而今年呢，用更大的速度在加速在推进，那么真的是觉得。太亏了，你说把这么好的感情都给他了，然后竟然不可以跟他在一起，所以觉得很失望，所以马上就转变了这个对策，就马上去爱一个超级大帅哥会员卡，转得够快的。对对，我就属于那种转得很快的这种，一看这条普通就他大到中国嘛，就想说转到哪里去了。江总真的很直爽啊！好，谢谢，就走啊，谢谢。像爱上的男生，这次你的戏听说很大的突破，是不是？以前因为都演小生啊，有很多流行梗，这次要搞笑，是不是？我拍这一部都是小生来的。小蚂蚁，他怎么都不知道这个？吓到他都马健说谎了。直接来跑到那里了。喂，糟糕了。喂，有吗？哎呦，可见老天对你撒谎的也是表示不公正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，你能趁这个屈下就是救一下话筒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开始吧。对，拍这部片其实蛮辛苦吧，就是这部戏当时是在松江嘛。那么那时候天气应该是37-38度，那这部戏里面有很大量的打戏，除了方向之外，它有很大量的打戏，所以拍得很辛苦，但是希望大家很开心。火花吧，我想。那么这是喜剧，那我们每天也很辛苦，要想不同的搞笑的方法。但是后面我们默契也很好，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不用对，就直接录的时候就直接给对方一个新的字体，就是不安排一组牌，给对方调试。你觉得你有喜剧天分吗？天赋好不好？这我自己不能讲，应该是观众讲。今天不能给我们记者朋友秀一下啊！好，我们接下来让杨千嬅上来看能不能刺激你的搞笑天赋。好，谢谢我先生，请就位。好，来，大笑不得。上很多次，就是从高处跳下来的那些都很危险，但他也是熬过，所以我觉得。所有人的默契，还有就是剧组的努力，我觉得很辛苦，那个才是电视剧的精神，所以那个才是作为一个演出者，也是感到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的时间。这个戏叫《武士刚》，
前有女生爱上你，但我好这个被女生爱上的感觉你是怎么样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还请三位演员到台上来。你好吗？别打了，后面大家帮我坐一下。都是你干的，谁拍的？好看吗？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拍一下。好，然后我们来跟我们演员一起合影，这也是证明了我们有释放在去的。好。哎，那录下来三秒钟，三、二、一，茄子，这样的话就留五秒钟好吧？再留五秒钟。三、二、一，大家试一下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可以了。可以了吗？刘年，过来吧。